哎，两个字画出来还是三个字，看你的字根上少什么。我是按五行，就是跟咱们玩电脑是一样的。来找茬，看字根里面少哪个图案加上去，还是三个字。R E is bamboo， 把名字签下来就可以了。It's sun， sun。 这很强，你写过了的吗？不看。It's a flower. E。哇，写的好。英文，来把名字放在这就可以。好的，画完就是你。N， it's Chinese dragon， 中国龙。 龙行天下，龙马精神 ，dragon。 算了吧，这太多了。啊？一，bamboo。N。看，is fish，golden fish。对，竹节嘛。嗯。这是。第一个是帆船的哈。 对，第一个是 R， 看，你看现在是虫啊，这完了，让他写完就他。一分钟一张，一个龙，行吗？这个叫象形，这个不论五行，这叫象形，这个是就是花鸟，英文名字属于花鸟字，在中国字是五行。三个金鱼。对，这不还是个 E 吗？嗯，你看这个 E， 这 E， 还有一个 It's bird， long life bird。 不让它一样就是这样的。Long life bird， 也是个娘娘。对，这十块钱吗？这是一木啊。喜上眉梢，你叫的什么都可以。要咱们中国字，如果这个火化完了，就不能再画木了。那样子火烧木的。但是英文不讲究。火加金。 火是克金的，火是克金。那金克什么呀？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看这儿，看这个圈就知道什么相克了。看出来了吗？木生土，土生水。不是克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。里面的五角星属于相生。看，看，二一，那个。 哇塞了！感觉。